因为他已经跟我聊过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这个月做完就离开。熟记呢？我真的都已经跟国良讲了，他说他也会支持我啊。兄弟不是这样子挺的，他说什么你都好吗？欢迎光临，希望这边可以成为你们未来爱的小屋。万丽，欢迎，欢迎。嘴都会时尚的好戏，女力报道。立TV 线上影视。